没想到唐明不但会做手术，还很会收买人心。不过，如果我有票，我一定会投给他。如果医改方案顺利通过，明成北由他负责的话，到时候会天下大乱。权力令人腐化，我很担心这句话会应验在 YT 身上。我不否认这次我是将病人划分了等级，我相信其他的医生也会像我这样考虑，也会做出我这样的选择。我不会。 总之，我不让 YT 顺顺利利坐在明成北院长的位子上。唐明没资格跟你争明成北院长的职位。我现在是明成北最大的敌人，你用什么身份跟我争？除非你让我连医生都做不成，否则我一定会争到底。白色强人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华语和粤语版的《白色强人》视频。